们现在到 Costco 来采买这样子，然后呢来买一些等一下要烤肉的东西。啊，阿U今天跟小朋友一起，对，你干嘛？你干嘛痴呆的傻笑？阿U也会害羞，你明明就害羞。对，所以跟好朋友一起出来，第一次跟好朋友一起出来，明明就好多次，第一次跟好朋友来逛 Costco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来这边，国庆日的连假第一天，就先来 Costco 采买酒类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昨天呢、就已经放假了，昨天放，因为他学校有，我一送他去学校，就有老师说。你要不要带他回去？我说啊，学校他们班刚好有一个，就是肠胃型感冒，另外一个轮状病毒。然后他说要不要？我说好，那我带他回去。五月莫名其妙放了一天假。那这样子，其他有家长要上麦，就很可，就是这样比较危险。所以老师先问我说可不可以带回去？对，有人顾吗？然后我准备要走的时候，有一个爸爸骑摩托车过来说。我跟保姆联络好了，他愿意带。哦，你知道就对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就是两个都要上班的话，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就很尴尬。对啊，一定的，会离不开啊。对啊，所以他就莫名其妙多了一天假。昨天晚上我就有朋友就是带他的女朋友来见我们这样子，然后就喝了快一支半的威士忌。哇，快多点。对啊。两个人，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们在哪里？看起来还蛮正常的、啊。对，厉害。哎、欸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他们在那边。对，那边太挤了，现在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、那个好了，对对啊，不然人家过不去。对，看好啊哈。因为我的头拉完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后面有车要过来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就推前进好了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如何？没有啊，就是买这个啊，这个烤肉最方便又便宜。这是梅花肉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我觉得买那个就是你说牛小排的话，我觉得吃久了也会腻，大家也丢在那边。哦，会太油。对、啊。对。今天好多、哦，这我觉得这些是跟为了那个烤肉的采美啊，大家看，哇。又有新的，是牛排。喂，听到吗？哇，听到吗？超多超多。但是它这个太肉，我们没有肉，可以买出你们那涮肉的，然后烧的。那我不想买肉的话，要买什么？OK 啦，牛梅花，它这个牛梅花429。对啊，所以好像就不好吃了。对，但是它是切片的。那你们现在那边是不是吃的？好，今天超多人。我们这个是，是我买卖，只是像沙拉、寿司那些东西。要不要这样？超热闹的、啊。然后买一些蔬菜可以煮，对对，我们可以买出一根菜呀、啊。Costco 你买蔬菜你很难买哦，太多，那量太大。Costco 你应该在全联买的好。对啊。反正你说肉我们要吃的。那你们现在那边有多少？大家嗨，过生日快乐，过生日快乐。这边买就不是一点了。哇哈哈！哎，他们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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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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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过去了。对，哎，又比较好，又比较好，两个都比较好。今天超多人的。万圣节要到了，超多万圣节的装饰品。你看，万圣节的装饰品。你们还有糖果啊，学校的糖果啊，消防衣啊，很多车车啊。然后还有这个熊，有没有？这熊我们家有一只，对。阿 U 很喜欢这个大熊，但是我这个大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在洗的话很难洗，它只能用晒，只能推它去晒太阳。对，他们在那边呢、啊。对啊，我在这边就好。啊？对啊。超多玩具，我觉得哦。他们这次的玩具区很多，我觉得是因为，就是因为那个万圣节到了，要送礼物嘛，是不是？万圣节要送礼物嘛。哇，这个恐龙就出来啊！因为有买过一只，我觉得这 CP 值超好的，它就六只恐龙，然后它才475。阿 U 之前就买过一只，那个比我们在外面买玩具恐龙还要划算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那你看好多玩具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玩具看完了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们刚刚在说什么那里的玩具，因为那边有好多米妮哦。对啊，那个是坐的，那个是可以坐在上面的，那个小宝贝才能坐的。你们两个都大了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有了一只？你们看，对，还有小宝贝才能坐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手把啊，啊，你们两个。坐上去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危险。它会发光吗？我不知道，它应该有电池吧，因为它有声音啊。因为它是在下面。对啊。它在那个电筒。我去看一下妈妈他们买好了没，怎么那么久？你要找草吗？对，要找人有点困难。我就要看一看，毕竟。好。二零，怎么样 ？OK 啊。最后这个。啊，对啊，买这个草莓肉就好。其实这个好像比较方便。但是这个其实价钱没差多少，这要618。但是它调好味了呀。对，刚刚那个肉要700多块。对啊。对，其实一样都是2公斤吗？哎，1.5公斤。那个当一定是那个比较划算。对。但它至少调好味，然后大家一起吃，然后买个沙拉就好了，图个方便这样子。今天真的超多人了，不是大家廉价出去吗？我以为这边会像空城。不过大家才买一堆有的没的这样子。哎，刚刚我听到说，怎样？中正纪念堂有花车，哎，害我好想去看花车哦。明天啦，明天可以带。明天还有吗？哎，你选好了吗？OK 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啦，这可以吃三天了。可以吃三天。对啊。是这样，若离你不够，对。他们在那边。干嘛？我不知道你的食量，我知道你的酒量就好。我酒量很烂，很容易不会，你会一直说我状况超好的。那就聊，那我已经超不多了。
好了，我买好了，对，就买那个肉啊，三盒食物，两箱酒，对，不小心会做到这样子。好了，赶快，我在另外一个战争就是要赶快去排队结账，超可怕的，对。